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他说哎，你愿意，我就这样就被写一辈子文档，其实不用这样，我们也是一辈子呀，然后要写字，就会觉得这样就平了，就是我觉得心里的那种刺激的那个点，因为你也要想一想，因为他其实他早就知道你是这样，对啊，是啊，早就知道你这样，但你不知道吗？所以我前面在忍的时候，就是我在忍的时候才会有这种，就是人，我觉得他所有的经历和所有的痛苦，当他在这，他容易被现实的现在的这种表现所蒙蔽，他容易在现在这个状态。可是当他碰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点的时候，他想。